Hi, this is Life Mandarin. My name is Yu Xin. Today we will talk abou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还是或者 The first one, 还是你想喝茶还是咖啡？你喜欢吃面还是饺子？用于疑问句。The second one, 或者，这个周末你想做什么？我想逛街，或者看电影。用于陈述句。你得有机会跟别人擦肩而过，也许对他一无所知。不过也许有一天他会变成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。我是一个警察，我的名字叫做何志武。大补贴给你，等你考完我们去溜冰，还是你想看电影？